快，家人们啊，咱家这个朝阳六家子的纯手工红薯粉啊，可来大好事了。现在呢，厂家为了冲刺五一销量排行榜啊，直接给咱卷到了17.9，到手5斤还不够，另外老弟这边再给哥姐挂一张1块钱的券啊，咱领券去下单，直接16.9，到手是整整5斤红薯粉条。咱家这款朝阳六家子的纯手工红薯粉啊，是有宽粉，是有细粉啊，两个规格可以供大家选择。咱喜欢吃宽粉，咱就去拍宽粉；咱如果喜欢这种细粉啊，咱就可以去拍细粉。咱家这款红薯粉呢，是一款无添加的红薯粉条啊，它不含明胶，不含食用胶，不含木薯粉啊，是纯纯手工自然晾晒的一款红薯粉。炖个豆腐了，炖个肉了啊，吃火锅的时候放上一条，怎么搭配啊都是特别好吃。而且它不断条不粘汤啊，咱平常炒个酸菜粉了，炒个芹菜粉了啊，都是嘎嘎下饭。它吃起来的口感呢，就是 QQ 弹弹、软软糯糯啊，爽滑又很筋道的一个口感。咱家这款红薯粉呢，就是微微泛黄的一个颜色啊。好的红薯粉呢，都是这种微微泛黄的，不是那种白不拉几的啊。品质呢，绝对是嘎嘎好。家人们啊，现在厂家呢，为了冲刺五一销量排行榜啊，直接给咱卷到了17.9，到手5斤。另外老弟这边还能挂一张1块钱的券啊，咱点开下方链接看一下券做没做成功啊。如果是16.9到手5斤的话啊，咱赶紧去安排。厂家控价之后，咱这个优惠券随时关闭。趁着这活动啊，咱赶紧去溜单，大羊毛嘎嘎合适。